现如今，一个严峻问题考验着那些已经不再年轻的年轻人，那就是脱发。根据中国脱发人群调查相关数据，中国14亿人口中有超过2亿的脱发人群，其中男性脱发人数约1.3亿，而女性脱发率虽然稍低一些，但也不容小觑。而 IT、金融和影视等加班频繁行业，其从业人群更是脱发的重灾区。90后、00后已经秃了，并不是段子，而是光秃秃的现实。我们人类那漫长而又悠久的历史，就是一部和脱发问题不懈斗争的史诗。祖先们对抗脱发的战争，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已经打响。在西方，身为罗马共和国三巨头之一的凯撒，他南征北战，殚精竭虑，将地中海变成了罗马的内湖，以及自己发型的代名词。作为后来罗马帝国的奠定者，凯撒被政敌刺杀于元老院门前，而他生前心心念念的，除了他的情妇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，还有他那用桂冠、橄榄枝叶作为掩饰久治不好的秃顶。但他并不知道，连接着欧亚大陆的不仅仅是大航海时代的海路，还有脱发。根据中国史书记载，西汉末年的权臣王莽也一直在为头发发愁，就像凯撒一样，针对自己稀疏的额发，王莽采取的手段同样也是物理性的遮挡。就连死了高卢埃及西亚全部在我脚下，横双流和八方荣耀归于罗马，你不知道后世西方怎样称呼统治者，给我听着，就死了你乱成贼子，得势全靠亲骨马，最后死于民变，也被叫做夜行家，跟我拜托把你送上十字架。耶耶，这位凯撒大帝看起来真是调皮，来到礼仪之邦，我教你一些道理。王莽是靠孝悌，不是出身外戚，但喊万民支持是因为我的仁义。至于身败名裂，是我单枪匹马超越时代，六不过天理。如果你不相信，麻烦去看历史那些事儿第二季。至于凯撒朋友你，我根本没往心里去，你的结局和我相比有过之而不及。众叛亲离，亲戚狗蜜，月老伏击，抛尸野地，唯你外甥物大，唯你现在还是万民公敌。哟哟哟，说被抛尸荒野，请你不要跟我秀，君不见罗马城凯撒神殿加盖好多楼，就算生前征敌也这么黄土一抛，不像你被后来皇帝霸王骷髅头，一看好像来自一条狗，而且头发并没有，听说上朝时候官下面带着用来遮羞，车上有副头巾你都还嫌不够。耶耶，别以为头顶绿色橄榄叶我就看不到你发际线，攻击别人之前麻烦自己先照张照片，看看你的证件，脑门就像地中海海面，一把边角留长，长发甩到顶上，这臂脑门反光，其实是在假装，这样自欺欺人，不跟别人商量，不过非常实用，造型万古流芳。都是难兄难弟，何必互相攻击，觉得之前巴托没有什么意义，你有你的难处，我有我的痛苦，头发长不出来就是这么苦楚，背着男装外套戴正，整体侮辱加班到处可惜，人们远不懂我的用心良苦。虽然我刚才躺枪，但看你不再装腔，我也宽宏大量，就像全天下人不理解我，我也不会投降，就算最后背上千古骂名，我也不会退让。
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去，就像额前的头发失去根基，所以现在别再互相攻击，让我们惺惺相惜，同续21世纪，组团植发走起。泽是一种用来包裹鬓发、遮掩发髻的金帕。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，往往在头巾中放置填充物，让它看起来好像隆起的发髻。这样的泽横切面跟汉字界很相似，所以被称为界泽。他的这一创意成了民间俗话王莽秃泽师乌的源头。但泽并不是王莽的首创，在他以前，这块来自于底层的遮羞布在更早时候就已经从民间登上了朝堂。在西汉后期，那位曾经送王昭君出塞的汉元帝刘氏，他的额发过于茂盛，在当时这是一个人愚笨的象征。为了不至于让臣子们觉得自己的智商要充值，汉元帝自愿戴起了原本只有农民和军士才会佩戴的泽，并故意加高了主体部分的掩体，使其更加直竖硬挺。虽然这种掩体看起来有点像加高版的孙悟空的头箍，但只要我们用心体会，还是能感受到来自天子的自信和威仪。由于王莽给出的用户体验过于良好，到了东汉，界泽越发流行，成为了东汉以后发髻线男孩们的最大福音。在世界历史上，为了解决秃顶的问题，从埃及到罗马，从巴比伦到中国，古今中外的奇人异事贡献了无数药方。而中国最早的典籍记载则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三国时期。和西汉帝王的篡权者王莽一样，东汉王朝的终结者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也面临着秃顶的困扰。根据古代医书《外台秘要》的记载，曹丕采取的措施正是请太医为自己调制一味药方。你们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保健你我他，我是主持人杨胜。现在很多人啊，最大的烦恼不是没车没房，也不是没对象，而是没头发。那么脱发的问题应该如何预防，秃头又应该如何保养呢？接下来啊，我们有请两位养生专家，希望大家在看完今天的节目之后不会再为没有头发的问题而烦恼。这位专家呀，是来自古希腊的专家，被人们称之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先生，专治各种疑难杂症。而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呢，则是来自我国的三国时期，是魏国宫廷的御医，我们就暂且叫他魏御医。等等，老夫的确是给魏文帝看过病，但是老夫不姓魏，老夫叫……哦不，你没有，因为史书上并没有记载您的姓名，所以我们只能叫您魏御医。两位专家应该也有所耳闻啊，在我们这个时代呢，由于种种的原因啊，人们脱发的年龄啊是越来越靠前了。尽管现代人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，但是要么治标不治本，要么效果不明显。因此呢，不得不寻求古人的智慧，看来自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的专家有什么传统又有效的生发方法呢？哎，我看啊，这个问题我最有发言权。好，请讲。我们希腊人
最讲究的是理性。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，我们首先要弄懂它的要理。哦，听起来很有道理啊。地球好比是我们的脑袋，哎，你说那我们的头发应该是什么？那我们的头发就像是大地上的一草一木。嗯，哎，你说说那些啊橄榄树种的庄稼用什么方法能让它长得最快？金克拉啊，不，当然是给农作物施肥了。在我们生活当中，这什么肥料啊最好？那当然莫过于动物的粪便了。所以我用新鲜的鸽子的粪便涂在头上啊，再混合辣根儿、甜菜根儿和各种各样的香料辅助治疗啊，这样就有更有效的生发的效果。我说这位希波克拉底大人，我知道你们西方国家有一个很有名的专用名词叫希波克拉底的花环，来表示这个人的秃头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那个魏太医啊，您可别这么说。我是秃顶，但是我对这些秃顶脱发呀啊更有研究了解啊。我跟你讲，这新鲜鸽子粪啊治脱发呀只是我的方案之一。作为西方古典医学的骄傲，我还有更好的治疗脱发的方法啊。通过我敏锐的观察啊，我了解到啊，我们波斯国王的那个宫廷卫队，他们从来不存在着脱发和掉发的问题啊。后来我经过研究发现啊，他们在25岁进宫之前就被阉割掉了。我感觉啊，这掉不掉头发这与阉割就有关系。所以一个25岁的男子在25岁之前让老婆把孩子生完，生完之后再阉割掉，那不是保证一辈子都不会脱发了吗？哎，你这是造孽！你是想让全世界的男人都去做太监？你要向全世界的人民去谢罪！哎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，咱们冷静一下。这位外国友人啊，他话匣子一打开，他就受不住了。作为咱们中国古代的专家呢，你又有什么有效的生发方法呢？我不像某些人，我是有治好脱发的临床经验和成功的案例。这个案例就是我们那会儿的皇帝啊，魏文帝曹丕。那为了挽救曹丕的头发，您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呢？经过我周密细致的望闻问切，给他开了一味药，就将这十几味名贵的中草药慢火熬制成膏，把头洗干净，药膏涂上去就好了。哦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注意了！等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我这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就打断我的话。怎么了？难道药效不好吗？这个药效嘛，当然好了，药效是有相当的保证的。自从魏文帝用了我的药膏之后，再也没有掉过头发。哦，那这样说来的话，这个方法是真的很有疗效啊。那在曹丕用完之后，有没有脱发问题得到改善呢？哎呀，说起来惭愧啊，皇帝用了我的药，没几天就长出了几根新头发。遗憾的是，没过几天他就驾崩了。魏皇初七年，公元226年正月，许昌城门无故崩塌。碰巧的是，在这一天，39岁的魏文帝曹丕再次巡视许昌。这件不祥的事情让刚刚步入中年的曹丕感到了分外的紧张。也许在相信天人感应的曹丕的心中，城门倒塌就像和自己登基之后就不断掉头发一样，无疑是上天对他篡汉的警告。
自幼便性格沉郁、疑心重重的曹丕，开始怀疑自己最终会落得跟王莽一样的下场。加之自己即位以后坚持朋克养生的指导方针，生活节起不规律，对头顶的恐惧也成了他心中一道过不去的坎儿。于是在返回洛阳后不久，曹丕便暴病而亡。显然脱发并不是曹丕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，但也许正是脱发造成的负面情绪影响曹丕的理智与判断。究竟有没有方法能让人们对自己的发际线问题有所释怀呢？唐代大诗人杜甫的《春望》一诗可以说是人尽皆知，但很少有人会注意到，因安史之乱而颠沛流离的杜甫，在忧国忧民的同时，也迎来了自己的中年危机。他也在为自己稀疏的头发发愁，不然他笔下那句“白头搔更短，昏欲不胜簪”就不会如此有画面感。而自安史之乱被平定后，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也面临着类似的烦恼。这位江州司马随着年岁日长染上了脱发的毛病，就像他浅切平易、老妇能懂的文学风格一样，一生追求极致的白居易应对脱发措施也有些极端。为了保存他的发丝，他坚持一年只洗一次头，乃至头上发今年方一目。白居易的好友刘禹锡却没那么看得开，发少嫌疏立，颜衰恨镜灵，头发少全怪梳子太锋利了，颜值下降就是因为镜子太亮了。他总是忍不住抱怨，身受带贫俭，发稀官自偏，身体越来越瘦，腰带越瘦越紧，头发少的连帽子都跑偏了，还怎么出门见人吗？杜甫、白居易、刘禹锡，脱发几乎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才华。看来只要能够摆正心态，也许就能战胜脱发的困扰。
网巾是明朝中国最具时代特征的服饰，它给驸马谢昭这样的脱发人士带来了新的福音。1644年之前，在中国人服饰消费和日常社交的方方面面，处处可见网巾的踪迹。虽然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踪迹难寻，但受明代官服制度的影响，网巾在整个东亚世界广泛流行。清朝倒是一度解决了男性的脱发问题，因为男性被强行要求剃发结辫，大家前额都是剃光的，所以清朝小哥哥们都不用担心发际线的问题了。纵观人类的文明史，从东方到西方，从古代到近代，有无数风流人物与谢顶相伴终生。而在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众多知名人物中，有脱发迹象的也是不在少数。你头顶的锃光瓦亮，并不是头皮的反光，也许是来自灵魂的黄金精神，是人类勇气的赞歌，或许在将来还会改变历史的行程。如果脱发已经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，你是要在原地继续抱怨，还是顶着一颗光亮的脑袋向人生的目标进发？这是位于高新开发区的一座软件园。对于小陈而言，今天是他事业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天。这是因为他所在的团队起早贪黑，加班熬夜了大半年的劳动成果，将迎接挑剔的目光，接受专业人士的考验。今天向大家呈现的是我们团队引入的这个 Trace FX毛发模拟技术。 Trace FX 技术利用 GPU 的并行化数据处理能力，能够快速地进行模拟渲染逼真的高质量毛发。利用 Computer Shader， GPU 可以同时处理几十万根头发的运算。虽然这些复杂的语言听起来不像人话，但正是得益于这些技术，游戏中人物的头发受到重力、风力以及头部运动影响时，也可以真实自然地呈现。不仅如此，小陈他们还可以制作更复杂的发型，
比如卷发和长发。虽然只是一个细节的优化，但得到了无数玩家和业内大佬的认可，就满意的想给自己加个鸡腿儿。对于长得有点着急的90后小陈而言，他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。但就算开发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发丝技术，却也改变不了正在脱发的自己。也许这就是世间所谓的物质守恒定律。庄严间毁于张皇，你是谁？灯塔和天上的星辰，山川水复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你是谁？梦想和我们的爱恨，头上古今变化成为了可能。你这是犯罪！你是谁？镜子，就是那个秃条。有多少人在这世界上活过？有多少梦在这世界上做过？有多少历史在这世界上发生过？在这人，在这梦，在这多少理想？有多少人在这世界上活过？尽最大的努力。有多少历史在这世界上发生过？在这人，在这梦，在这多少理想？